贞观七年里，淳风发明了新型的混天仪。不对，应该是贞观二十二年。贞观二十二年，李淳风被封太史令，那会儿是他最风光的一年。可是贞观二十二年的干支纪年是什么？干支纪年？不知道。我是哪年？不是，现在是哪年？不是，杨老师，不是哪年哪年了？现在这太难了，这。老金呐，老金。老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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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金！哎，胡爷，你也死了。我问你，贞观二十二年，干支纪年是哪年？阎王殿怎么还考这个呀？你要是再不回答我，咱们马上就要见阎王了。老金，老金，老金，你醒醒，老金！什么？贞观元年登基是公元六二六年。 贞观二十二年的应该就是六四八年，六十年一甲子，离现在最近加上1320年就是1968年，1969年记得我妈是六十大寿，那年应该是己酉年，那1968年就是，五十年，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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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年，五十年，让哥在这儿。 李淳风的魂体里，表里三层下去。
炸包子。啊！难道这就是道家里所说的"男等住生，女等住死"？